这是高级道，这是高级道，能不能滑？心里有点痛。这是高级道，这是高级道，能不能滑？心里有点痛。回头看一下那个小朋友，看看小朋友，他换刃如此自如。看着小宝，啊。哎呀，太帅了！这这么帅，这咋整？你说，小宝宝根本不理我。来，小宝宝，再采访你一下，几岁了？四岁。你是男孩女孩啊？啊，当然是女孩呀。滑雪几年了？真厉害！哎呀。